南巡极乐寺外，向有放生池，以看味全气，遂至坍塌间，复多年未浚，淤泥充满。每有善事就何放生，虽发善心，身难获益。其但蒙放而勿复遭捕者，当居多半。若进大江，则故宜放之江中，小河则断非所宜。园林大师心有不忍，拟欲深浚其池，外筑围墙以为防护，彼放生有地，而稻谷无油，其意亦良厚矣。尚未开工，是普陀觉三大师至，一见即至道相契，炫以四世复托，而已则放下万缘，专修净业焉。觉师转成就绪，即欲速成其事，但以功成浩大，独立难成，以木和正善信人等共相甚是。其语作序，与常痛念尽是杀劫之惨，欲挽无力，因彼之请触动与怀，遂将无人与物类之本具真心，即随业生审，并杀生护生之现为果报，粗略言之，即诸坛月同发善念，同捐尽资，彼此举速的成功，数物类悉皆的所，其功德利益无量无边，其特现世，万祸冰消，千祥云集，而未来世之贤恩报德者，正不知其几千万亿也。